안녕하세요한국에서온민주당대표입니다반갑습니다大家好，我是从韩国来的演员安普贤，很高兴见到大家。很多新东西，我爱你，鸡排，我爱你。那在模特儿时期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走台步的时候，可是呢，我们大家视线可能会躲到我的那个口袋里面，因为我太大了，所以那个口袋整个是鼓起来的。因为他之前有在节目上表示说他的手好像比一般的人特别的大。那对，那这个我想问一下，是说他对于这样子的大，可不可以给我们看一下是到底有多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大手对他的生活跟工作上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优缺点？22cm 左右的身高，好像大概是28公分左右。哦，哎。상대방배우분들이나큰큰걸더좋아해주시더라고요아무래도얼굴가까이가면얼굴이작아보일수도있고그렇기때문에이것또한뭐하나의장점이된것같아요在那模特儿时期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走台步的时候，你手可能要放在口袋里面。可是呢，我大家视线可能会躲到我的那个口袋里面，因为我的手太大了，所以那个口袋整个是鼓起来的。所以这个算是也不能算是缺点啦，总之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趣事。只是说。我的手并没有长得很漂亮，所以应该算是有点粗糙这样子。那不过在拍戏的时候呢，演我对手戏的人反而觉得我的手大的关系，对他们觉得很好。因为假设我的手可能摸了你的脸，就在你的脸旁边，感觉上你的脸变得比较小，所以就是他的对手戏的人就会觉得还蛮好，还蛮不错的。所以这也算是一个优点的话是优点吧。